2021年11月11日，一说到11月11日，我们老爱说是光棍节，就是我这种光棍的。你看我这屋里这么乱，一看就是光棍住的地儿。嗯，别看我床了，我从来不叠床。嗯，哼，你看，嗯，这是给谁住的？这是给我女儿住的。我女儿一生气就撕我被子，你看，都把棉花都给撕下来了。嗯，我这屋里全是酒。为什么呢？晚上睡不着觉就胡思乱想，一喝酒就睡着了。一喝酒什么也听不见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今天在我脑子里重要的日子，不是光棍节，也不是好多傻逼花钱去抢货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哎呦，今天在我这是两个重要的日子。一个呢是乔治小史密斯巴顿，哎的生日。乔治小史密斯巴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是第三集团军司令。后来因为跟领导混得不行，我就不拿我这巴顿的钢盔了。我这是 M1 盔，二次大战的，我从诺曼底背回来的。嗯，因为全是尘土，我就不拿了。啊，我这人什么的又好干净，弄我一手土。啊，今天是巴顿生日。后来巴顿跟领导关系不行，领导让他当第25集团军司令。这集团军司令干嘛呢？写史，写二次大战史。说你不能白活吗？你写字儿去了，你不是有文化吗？是吧？嗯，你不是西点毕业的吗？就把巴顿给发到第25集团军，让他去写军史。写军事史的时候被汽车给撞死了。11月11日是巴顿的生日，嗯，不是抢货的日子。11月11日不是光棍节，嗯，巴顿埋在哪儿了？埋在比利时。啊，我们一说到都不知道比利时是哪儿。比利时最早是勃艮第公爵的，勃艮第公爵的领地。勃艮第公爵，我拿瓶红酒来，嗯，拿瓶。现在红酒两种，一种是波尔多瓶，一种是勃艮第瓶。嗯，哎呦，我这都是波尔多瓶子。嗯，我趁机要给这个酒做做广告。嗯，这酒是澳大利亚的，也特好。嗯，特别好喝，是我喝过的，就是比送我的那些所有的酒都好。嗯，就是这盘啊，南加利福尼亚做这酒的这孩子，原来是中关村卖电脑的，啊，就是卖和平鸭的，后来走向世界，到澳大利亚去了。嗯，现在那个制裁澳大利亚敌对势力，前两天我看敌对势力几十个国家废除我们叫什么最惠国待遇，嗯，还剩仨没废的，其中就有澳大利亚。嗯嗯，我这兄弟这酒啊一直不能进口，因为澳大利亚给酒关税好像涨到200%还是涨不了多少。嗯，但愿，这是澳大利亚、比利时。怎么会说到想到这儿呢？我任何事我都是没有草稿的，我是看到什么啊，然后我就说什么。我这头盔呢是广西一个哥们儿送给我的，啊，他研究头盔，他说他想认识以色列，我就把他介绍给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马腾。马腾原来是以色列特种兵司令。参加过那个中非抢人质，啊，四架大力神用非大力神的机翼隔断了那个高压线，冲到机场里边，换装成阿明，把一辆黑奔驰涂白了，还是把一辆白奔驰涂黑了，我不记得了。嗯，那次还内塔尼亚胡的哥哥，哈佛大学的，也在那儿死的。地面指挥就是马腾，我就不找马腾照片了。嗯，马腾。我第五次免费去以色列玩就是马腾安排我的。嗯，我答应让马腾去参观装甲兵学院，就是我讲过课的那学校，但是一直到马腾走也没能完成。我捐的这头盔啊是英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盔，我穿着这个衣服呢是现在英国的准将的衣服。嗯，
啊，有爵位的，这是老邓给我的啊。现在的衣服，这英国在世界上就特别能整事儿。现在的政治制度、金融制度啊、信用制度，什么殖民地啊，包括我们说的英语，全是英国人发明的。嗯，这头盔戴着有点疼，不是疼，有点沉，我先把它拿下来，拿下来。一早上啊，我一每次一说话我就喝酒，嗯，我这都是啤酒，嗯，这啤酒呢都是熊猫精酿，嗯，这红色的看不大出来，这叫 wonderful， 嗯，这个熊猫精酿叫爆香，爆菊香，我特喜欢这个，嗯，这酒很淡，还有什么我就不找了，嗯，其中一摸出来一个这个，啊，这是比利时啤酒。源于1878年，比利时，我刚才说的，我们现在不知道，比利时是波根第公爵的家子，他把他闺女给嫁出去，就是陪嫁了三个地，就是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。比利时这个地儿啊，南边就是法国，东边就是德国，所以他一直夹在德国跟法国之间。那一小国在这待着不容易，小国就得想办法溜须拍马。你要看那个比利时那国旗，比利时国旗，我小时候我爸带我去王府井，我好像比利时大使馆原来就在东华门那儿，现在搬哪儿我已经不知道了。嗯，比利时那国旗就是现在的德国旗，把那旋转90度，嗯，颜色旋转90度啊。如果你要看着风一飘起来，你也分不清是德国国旗还是比利时国旗，嗯。啊，以比利时人能打，好多著名的英雄全是比利时人。另外，比利时它夹在几个大国之间，它就语言就成啊。比如我们都知道一个爱偷听的比利时人啊，大侦探波洛，留着胡子那个，我现在也准备留胡子。林肯啊，叫 All People by People 什么 People， 别的学不了，我学学林肯的胡子总可以吧？嗯，大侦探波洛就这儿的一个胡子那个，嗯。爱偷听的比利时人，由于他是小国，夹在几个大国之间，他就不得不偷听，啊，所以情报，这比利时的情报也了不得，还有好多电影，北约的总部好像也在比利时吧，嗯，这比利时，啊，说到比利时，我去过几次比利时，嗯，历史上，比如我们一说到比利时，啊，比利时，我们都说滑铁卢，是吧？滑铁卢我们都知道，滑铁卢。就是英国的威灵顿公爵打败拿破仑的地儿，嗯，战地黄花分外香，这就是比利时的滑铁卢，嗯，你看这都是花啊，啊，嗯，这个底儿上就是一大狮子，嗯，这山，嗯，这山挺高的，我是一点点爬上去的，啊。这是底下的法军，你看拿破仑的红蓝白三色旗，这是一烟斗啊，哎，步枪、随发枪，嗯，这是纪念滑铁卢战役。你看这小孩多好，多好，法国小孩，嗯，这就假装拿破仑，这人就，嗯，世界各国呀有重大的这种军事活动，最大到诺曼底，大不过诺曼底，诺曼底整个是美军300万。啊，300万联军在诺曼底登陆，嗯，历史上人类最大的登陆，也是最大的军事行动，啊，总司令是德怀特·大卫·艾森豪尔，底下两个集团军，一个集团军，两个集团军群，一个集团军群是奥马尔·尼尔森·布莱德雷，一个集团军群是，叫什么？蒙哥马利，嗯嗯，你看这哥们儿，哈、啊，真拿自己当拿破仑了，嗯。这些活动他们都让我参加，都让我随便拍。为什么？我是战地记者呀，战地记者就是什么，死人都拍，活人都拍，是吧？下一刻，昨天我上新华社打针回来，碰见一人不让我拍，我说这儿没说不让拍呀、啊，是吧？你刚来北京几天呢？我都在这儿都60岁了啊，然后那个啊，他说你态度不好。嘿，就不说我不许拍了，改说我态度不好，啊，态度不好。我说咱俩说一，你跟我说二；说二，你跟我说三；说三，你跟我说四。你狗扯羊皮，你脑子逻辑不清楚。那啊啊
哎，跟我没还没了，没还没了，又来一人啊！最后到来的第三个是他领导，他领导来了，嗯，他跟领导还说谎啊，什么什么？哎，我说你甭说谎啊，整个的过程我全拍下来了，嗯，我一镜到底不剪辑，我全拍下来了啊！我说我给你领导看看，领导说不用看，老唐，我认识你啊。认识不就完了吗？是吧？你来，你一切事儿我们都是和谐社会，把大事化小啊。北京的做工的，打宋朝的时候就是官人啊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你不能满街上挑事儿找事儿，你好立功，你好晋升，是吧？但是你破坏了安定和谐的局面。嗯，你看这个，嗯，我就不说那小人名字了，是吧？啊，我觉得，他还有未来呢啊。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，继续前进。嗯，你看我都站在人家的枪口底下啊。嗯，你看这砍白菜，这都是滑铁卢。滑铁卢是在比利时吧，还是在卢森堡？嗯，一说比利时卢森堡，我就不找照片了啊。有6000多个美军就埋在卢森堡，每年1美元。嗯，这6000多个人里边有一个就是乔治·肖史密斯·巴顿。你说巴顿死了，不干嘛不运回加利福尼亚加布里埃尔啊？他是加布里埃尔人，没有，巴顿埋在了卢森堡。卢森堡，我有照片啊，我就不翻了，翻了太费劲，一翻翻半天。我每次去欧洲，只要路过比利时卢森堡，我都得去看一次。啊，我都得去，对，一人看滑铁卢。你看，这是我当年年轻的时候，你看还不脑满肠肥呢。我坐在这儿，这一拿破仑的小兵，嗯，当年拿破仑就在这儿，奥斯特利兹的太阳就没升起来。别觉得打仗你都赢，拿破仑都得败。嘿，那怎么女青年？那是我导游，啊，嘿，我导游怎么又换男的了？嗯。啊，一看我都啊，我过去干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。啊，这就是拿破仑的狮子。你看我脚底下这啤酒，嗯，这就是这儿的，就是这只狮子，嗯，就是这狮子，嗯。啊，哎，这不对了啊，这是马克思，对，因为这是靠近呢马克思故居特里尔城，我就去特里尔城了，是吧？我就这段照片就不再翻了。嗯，滑铁卢呢，在英国有一个广场，叫伦敦特拉法加广场，那站的地铁站就叫滑铁卢站。那个，你看那电影《廊桥遗梦》，是《廊桥遗梦》《魂断蓝桥》啊，那个跳舞的没办法，最后沦为鸡。我看英国人全沦为鸡。那个，特拉法加广场的那个。纳尔逊的女朋友啊，最后也沦为鸡。鸡好像是他们在他们那儿，鸡也挺有地位的啊。这是地铁啊，好像这一站就叫滑铁卢站。嗯，这就是特拉法加战役，这就是那个纳尔逊勋爵的最后的旗语 ：England expects that every man will do his duty。英格兰需要每一个男人各就各位，就是别瞎管别人的事儿，你把你的事儿做好的，这就是那地铁站，这站好像就叫滑铁卢。嗯，这是我在滑铁卢站。你看我不仅到那个滑铁卢的战场，我还到打败这个的特拉法加阿灵顿的这个公墓，我就不找了，因为今天不说阿灵顿公墓。阿灵顿埋在哪儿呢？埋在英国的圣保罗大教堂，我也有照片。嗯，我说的东西至少有照片啊，甚至有视频，都是我去过的。嗯，然后呢，今天第一次小大战，你怎么扯淡扯这么远呢？由于我采访战争比较有名啊，比较有名，在中国不算有名，但世界上有点名。嗯，所以。我刚才我还有一个奖状呢，奖状是瓜妈给我的，是世界拿破仑协会给我的。哪儿去了那个？在一个金块里，我有一执照呢，我是研究拿破仑的。找不着了，不知道塞到哪儿去了。哎，这儿呢，对，这儿呢。嗯，我就不拿出来看了啊，你们看，是吧？
唐诗曾，我这是有执照的，我是世研究拿破仑的啊，我是在世界拿破仑协会，这个总部在加拿大，在加拿大的说法语的那个省叫什么省啊？我这脑子又说，就是老要闹独立的加拿大的那个省，这总部啊，我是。然后到那个2014年的时候，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的时候，奥地利的不是奥地利，又说了比利时，这酒还没喝呢就开始醉。比利时的旅游局来找我，他们请了一个美国人，请了一个我，就世界上请了好几个著名的媒体人吧，作家，到比利时去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。这是我在第一次战场，我就是这是我在比利时，你看看，这是那个美国人，这些是谁我都不记得了，因为这照片是他们用手机照的，这都是比利时，这是我在比利时采访，这都是墓地呀、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什么凡尔登绞肉机呀、死的人就嗨了，就不用说是死多少人了啊，那就太多了，啊。一说到这儿呢，我穿这个假装军人这衣服就不对，我应该把它脱了，我应该穿黑衣服，因为战争死那么多，我应该穿黑衣服，穿黑衣服，头盔戴不戴？头盔戴上，头盔戴上，万一头盔一戴上就沉，一沉呢我就警告我自己别瞎说，啊，你看啊。一次大战我去了好多地儿，你这儿文件夹你看吧，我是从哥本丹麦过去的，当时是安徒生请我，然后我从哥本哈根飞到鲁文，比利时的鲁文，这是我路上的，路上就不看了，这是我在这换飞机，这就到鲁文了，多么美丽的城市，你看看啊，现在都是鲜花纪念一次世界大战。这是个印度人吧，印度也是一次大战参加英联邦的，你看1914年鲁文炸成这样，你看这个小孩在触摸历史，战争在欧洲都是特能打的人，但是你看这花，说到这花啊，这是一场晚会，就这花，我说的这花我这儿就有，我第一次见这花呢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现在知道是叫阿尔卑斯罂粟，因为这花长得就像一颗子弹打进士兵的胸膛，这花就炸了啊，就是鲜血，这花，在他们这儿到处都是这个花啊，地毯上你看都是这个花。这是我跟他们的美国人讨论怎么和平，怎么反对战争，吃的这樱桃啊，和这小黄瓜和这气死，我都觉得，你看这小孩，他们特别能打仗，但是他们坚决不再打仗，我刚才说我这花我这，我这个呢，这是去里边参观，人家给的一个什么东西，我现在也记不清了，我这狗脑子。我现在去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就是这个花，这好像是个票，是什么？弗兰德斯嘛，你看这儿，弗兰德斯，是吧 ？Fields 啊，你看那个什么，那个人叫什么东西？那个人，雨果，维克多·雨果，维克多·雨果里边他有一个叫巴黎圣母院吧？巴黎圣母院里边就有一帮说没文化的弗兰德斯人，喝啤酒不喝红酒的人。啊，喝啤酒多他妈土啊！打仗的啊，人法国人是吧？雨果人家喝红酒的人，那个就是这个花儿，这花儿我还有。我第一次见这个花儿是这个，这我是从哪儿偷来的呢？是1992年我在中东啊，新华社中东总文社当摄影记者的时候，阿拉曼战役50周年，英国的首相叫梅杰。啊，我给梅杰照相，梅杰送我一朵这花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一基金会，
你只要捐1美元或1英镑，反正你捐人一个子儿，人就给你这么一个。这东西就是好象征着一颗子弹打到这个年轻士兵的胸膛，血在炸开。全世界的11月11日都是纪念和平啊，悼念死亡的无名烈士的日子。所以今天2021年11月11日在我这儿不是花钱瞎抢购的节日，第二也不是乌鸡六兽找不着媳妇的光棍的节，第三也不是二次大战消灭法西斯最后把自己埋在了比利时，埋在卢森堡啊，那个二次大战牺牲的解放者的公墓里边的巴顿的生日，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的那一天。1918年11月11日11点，大炮放炮101响，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进入工业化以来第一次世界性的大战。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中国都是战胜国，就说明中国的伟大的文化总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先进的一方。我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，那时候我们很弱呀，很弱，段政府宣战的啊，通过巴黎和会，我们向世界宣誓要把山东等收归祖国怀抱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更是战胜国，因为我们是最早抗击法西斯的，1931年9·18啊，尽管我们没宣战，一直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们才正式向日本宣战，这边里边有外交的技术问题不在此处谈啊。今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子啊，1918年10月11日11点。我刚才那朵小红花啊，那种小红花啊，还有好多歌曲，这个花叫阿尔卑斯罂粟，阿尔卑斯罂粟特别脆弱，如果你要到北欧西欧去玩，好多等等有这个，这不是简单的一朵纸花，是缅怀那些战争中牺牲的无名的士兵，反对战争，缔造和平。11月11日，大炮101响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日子。